From the moment Lee Zii Jia entered the national setup, the lanky Malaysian was groomed to be a world beater. When Malaysian badminton icon Lee Chong Wei retired in 2019, the logical successor was the young and promising Lee Zii Jia. The then 21-year-old was immediately thrust into the limelight, into unfamiliar territory. But with advice from the senior Lee and guidance from 2000 Olympic silver medalist Hendra Wan, the 2018 Chinese Taipei Open champion broke into the world's top 10 following his stunning All England Open semi-final outing this March, unlocking the potential he's shown as a World Junior Championships bronze medalist back in 2016. World Junior 过后，就是其实要转换成这个系列的期间，就是还蛮难的 ，playing style 就是这方面就是做了很大的调整 ，Junior 的时候，就是一直用力打吧，就是不会去用脑特别去想什么，就是凡事只要就是觉得用到力的东西都能就是比较能解决还是什么吧，就是思想方面要成熟，要学会。 冷静面对各种压力的，就是这种承受度。之前都是他第一吧，他都在扛那些压力啊，不管什么新闻都好，都会通过他先才来到我们。那尤其是那时候就是没有压力，很享受这种比赛的气氛啊之类的。所以当就是李宗伟慢慢的退休过后，才就是感觉到哦，原来。 他以前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顶了那么多年，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就是他第一，嗯，就是新闻方面、访问方面都是他扛下来的这种，所以是还蛮佩服他。对，他退休过后，就是我有去找过他，那他就是还给了我蛮多就是advice，嗯，就是其中之一就是。 叫我凡事都要靠自己，他说教练身边的人最多就只能帮你个10%、20%，其他的80%都是要靠你自己在场上，就是没有的依赖任何人，因为我们是单打，场上就有我们自己，你压力啊，你怕都好，你紧张，你就是会输了，你没有办法，你就是要自己克服那些，就是这种难题吧。 去年8月的时候，我才跟他正式的跟他技术方面、场上的方面，我觉得还没有就是学到那么多，反而就是思想方面，那他就是经常跟我分享他以前球员的时候他的经历啊，他的一些经验，毕竟他是一个世界冠军吧，那种经历、那种经验都是不是普通人都有的。 技术上面，他反而就是还没有那么多时间，就是去给我做太比较大的调整。因为毕竟去年一整年都在忙着比赛吧，一整我去年都打了差不多20多比赛了。他想让我的打法更加全面吧，因为一直以来有可能人家看到我的打法都是比较善于攻吧。 那他就是跟我讲，就是你要成为一个顶级球员，攻守你都要有具备吧，你才能就是能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准。你可以看到去年就是我很多比赛都是在8强吧，看起来就比较平均，也没有说太多的就是这种一轮游啊还是什么，就是。 给我来说就是还蛮稍微满意吧。你说要最满意的一个球赛，嗯，就应该泰国跟韩国吧。对，泰国500那个我进4强了，还有就是韩国就是对某某大的那一场。对，就其实，在打。 这场球之前就是赢了那个XL赛嘛，就是其实整场感觉都蛮好的，那时候就对自己也有不少的信心，所以就是打这场球的时候，就是也是对自己还蛮有信心，整场的感觉我觉得还好。
第一场输了21-15吧。对，打毛毛大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他不容易做失误吧。对，就是你要赢他的话，那些失误方面肯定要减少。对，所以这第二场的时候，其实我有就是领先蛮多的，就是对我来讲就是还蛮可惜，最后就是没拿下那几分，那几个重要的比分嘛。也是这一场让就是蛮多就是人认识我，对，就是有很多就是那种 play of the day 还是什么，因为也有一些反手，就是反手的那种杀球是吧？哇 ，backhand smash with full pirouette， fantastic from Zii Jia。